多好命，名字多好，女儿华子从小就没让我省劲。你说我这操心，我得操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哎，爸，哎，爸，那华子找着没有？没，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。哎呦哥，华子找不着我，我活不了了，我活不了了。我这个添乱的东西，这小子又哪儿去了？是，找去呀、啊！赶紧找去，你别急，找去、啊！哎呀，爸，你别着急。哎呦，好嘞，大叔，您就踏实着吧啊！这我轮子哥没什么事儿，您放心，谁要敢跟我轮子哥过不去，我就跟他玩命。大叔。别说我轮子哥他没事儿，他就是那不是还有我跟我姐夫呢吗？这不跟亲儿子一样吗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保证把您伺候得好好的，啊，好好的，再来一口。今天把大伙儿叫来呀、啊，是老张有话要说。哎呀，这总厂这几个分厂啊，我还都待过。在你们这儿啊，真长见识，真开眼界。行了行了，废话咱少说啊。为了咱们厂的安定团结，我呀就忍了。你说，这个轮子这个案子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公安局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我不再说话了不就行了吗？这你就对了，老张。老张，张厂长，那天我说话是冲了点儿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啊。哎，潘叔。您先别忙着赔不是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啊，轮子这事儿吧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可是他拿着凶器，满院子追着打厂领导，这事就算完了，就完了。严厂长啊，我可跟你说句老实点的话啊，在这厂子里，有他。没我，有我没他，这事儿要不答应我，我刚才说的都不算数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哎，别介，老张。哎，张厂长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孩子我没教育好啊，你要把他开了。爸，您甭求他。姓张的。听你刚才说话的意思，我只要离开这厂子，你就会放过我轮子哥是吗？没错啊，我说话算数。那好，记着你说的话，我还就不干了。哎，华子，华子，你疯了？你不干，吃什么你？爸。从四岁起就开始摸这把锤子，都快二十年了。这每天起早贪黑的，
挣不了仨瓜俩枣，还得受人家管。这事儿出的正好，我正好就不想干了。你还问我，离开这厂子以后吃什么？倒要让您看看，华子，离开这把锤子，我还能活不能活？哎，华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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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老张，你说，老脚，行啊，兄弟，整残了一个才判一年，他们家狗有大喝，真行。那苦主也没追究。行了，就偷着乐吧。这点功夫啊，一闭眼就过去了。大哥，嗯，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您。您是因为什么事进来的？伦子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咱们塔哥是谁啊？朝阳那一片，咱塔哥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大哥级的。前一阵湖岭金公园那场架，你听说过吗？上百人都查上了，伤了好几个呢。明明不是咱塔哥的事儿，塔哥愣给扛了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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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这有什么用？去一边一边去。去幸亏啊，这伤的还都不太厉害。哎，这不厉害，也得打我个流氓斗殴罪，处两三年是跑不了了。那合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结果你给担着了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亲兄弟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了，我伤了心了，想进来清静清静。再说了哈，那哥们拉家带口的也不容易，我呢一老光棍子，我替他进来合适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正好我这案子呢一时半会儿也判不下来，能陪你多待些日子，虽然你不用下圈了，但是这儿的日子更难熬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跟这帮孙子不一样，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，你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，听见没有？没事，摔着没有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走。
行，哎呦，行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等一下，行吧，行了啊。哎呦，我这说，我这弄口水喝吧，我觉着好的差不多了。你说，没想到他一下就玩这儿了。哎呦，您得慢点儿，您。没事，哎呦，把你们俩也惊着了。哎，坐，快坐，坐这儿，别忙了，坐这儿吧。来，您喝水。哎呦，你说我这条破腿，它好的也忒慢了。你看看这，您呀，甭着急。嗯，这大夫都说了，您这恢复够快的了。就是，您瞧您最近练的，这走道不都利落多了吗？嗯，哎，我说这华子呢？华子怎么好一天都没见着他了啊？华子忙着呢，您就甭管他了。倒腾小买卖呢。干得可来劲了，您甭担心他。哎呦，这华子，你说干什么买卖呀？哎呦，这多好的一个钣金工也给废了！哼！强行看一看啊，强行看一看啊，不良不要钱，北冰洋汽水5毛钱一瓶啊。清凉又解渴，打嗝又通气啊！不凉不要钱啊，5毛钱一瓶。来一瓶，来一瓶啊！得嘞，得嘞，谢谢你。打嗝又通气，清凉又解渴，你要几个？两瓶啊！得嘞，保您凉啊！哎，打嗝又通气，清凉又解渴，不凉不要钱啊！5毛钱一瓶，5毛钱一瓶啊！这华子呀，昨天半夜就出去了，说是到郊区呢拉冰去。你说这干的叫什么活啊？这华子这就把锤子扔了，说什么我不该把这个钣金的手艺传给他，还说什么以后再不当工人了，不摸锤子了。想起来我这劲儿都不打一处来。这轮子吧也进去了，咱们华子呢这饭碗也丢了。那你说他自己不笨命也不行了，那也不是这么个折腾法啊。手艺输了，到什么时候凭手艺吃饭心里都踏实。行了，现在也就你们这些老家伙才把这手艺当回事呢。拉病去了，亏他想得出来。华子，这城里边真好看。嘿嘿，大叔，嗯，您看这天多好啊。嗯嗯，也不热，空气又好。没事啊，我就多带您出来溜溜，这样啊，您心里就不烦得慌。哎，那感情好。哎，对了，什么呀？喽喽。哎，核桃。我听人说呀，就您现在这情况，玩玩这个，对身体特别好。不是那么玩的，嘿，啊，人家卖核桃说了，说俩核桃中间得离开点缝儿，哦，这样啊，您用手那么揉着，哎，越揉越亮，越揉越透。哎，等着什么时候您把它揉亮了、揉透了，您的身体就该好了。华子，到时候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。嗨，我说你这孩子呀，也是忒傻了，为你轮子哥。玩了命了，把好的工作你给弄丢了。那破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。我跟您说吧，哎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又累，我现在多好啊，不起早不贪黑，嘿，挣的还比厂里多了，多自由啊。自由。可你轮子哥他，哎，怎么着？你想我轮子哥了？轮子哥不就判了一年吗？没几天就出来了，啊，咱走着。进来，坐着。怎么又来了？最近挺好的，还行。我爸呢？我爸病好点没有？李叔没事儿，他现在挺好的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爸病得不轻。没有轮子，你别瞎想啊！李叔真没事儿，他不来，可能是因为生你的气了。
没有大事就行。不来就不来吧，反正我是把我爸的脸给丢尽了，我也不好意思见他。哎，上次你不是说想看书吗？我给你带了几本书过来了。谢了啊，伟民。嗨，你这话说的。新平，新平在美国好吗？你心里还有他，我还以为你。你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你别说这轮子不爱听的话。你有什么消息就告诉我。他到现在也还没跟我联系呢。还不是，人新平上美国上大学，肯定挺难挺忙的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好消息吧，你要当干爹了。莲子刚查出来怀上了。太好了，伟民，玉莲，恭喜你们。别闹了啊。问戴大叔还是潘大爷好。文明，替我好好照顾我爸。哎，你多保重。轮子受托了。我搁这儿吧，需要的时候打报告发给你啊。你说，李大叔和轮子多要强的一对父子，一转眼就成这样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后悔死了。你后悔什么？你说当初那零件那事儿，我要不说，顶多厂里边赔点钱，顶多轮子受个处分，这轮子也不至于让小张残废。你这是判他一年刑。伟民，你别跟自己较劲了。让我说呀，这事儿就是命。你也听见了，这轮子还想着新平的事儿。他还不搭理他，人家走的时候他都不送，你没瞧见新平都伤心成什么样了？哎，你说，轮子这么较劲，跟新平出国有没有关系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轮子和新平吹了，是为了让新平出国呀？琢磨着，估计是吧。这轮子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你别跟着着急了啊！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。哎，你说，这咱们院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么多倒霉的事儿，就算这孩子来的还真是时候。什么事儿都会好的啊。
新明，啊，怎么样？来了这段时间，习惯这儿的生活了吗？幸亏有你帮忙，否则我就惨了。我还正在想该怎么样好好谢谢你呢。嘿，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都是中国人吗？不都是从北京来的吗？还跟我这儿客气了，还谈什么谢谢？哎，就这美国学校的学费啊，太贵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准备找个地儿打工去。嗯，你这弱不禁风的，你能打工吗？当然行了，我可能吃苦了。哎，我爸妈年岁都那么大了，我总不能指望着他们吧？嗯，不过说的也是啊，好多人以为来了这儿了，就到了天堂了，对吧？这殊不知，咱们也顶多就算个洋插队。如果你真的愿意打工的话呢，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个工作。真的？太好了。这个工作呢，每天晚上能挣二三十个美金，就是特脏特累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什么活？就是上午晚上上班那地儿给人刷盘子。没问题啊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啊，行行，那我回去跟老板商量商量。行。行，走吧，上课去吧。走。北冰洋汽水，多加一瓶，不凉不要钱啊！不凉不要钱，清凉又解渴，空气又舒服啊！五毛钱一瓶，五毛钱一瓶，五毛钱一瓶。哎，来，别卖了，别卖了。哟，二哥哥，我说这么热天还出来巡逻呀？来，来一瓶，我请客。谁喝你汽水啊？你有照吗？有啊。哪儿啊？过两天就办下来了。哦，没照啊？那你就跟这儿卖上了，胆子也忒大了。你这样无照经营，汽水没收，罚款。汽水没收，还罚款呢？你们也太狠了。少废话。推着你的车跟我们走，跟我们走，干嘛去？到那儿就知道了。赶紧走，快走，快上走！不是饶了我这回不行吗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错，推车走，干嘛？走啊！去，回见了您嘞！给我站住！你瞧你这一身，今天回来挺早啊！你这别提了，今儿出门没看黄历，我正卖着汽水呢，来俩工商的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带走，还有把我东西给我没收了。得亏了我跑得快呀，姐，要不然就是亏大发了。你说说你，你怎么净干这闲事儿啊？哎，你不知道无照经营犯法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倒是想有照，我这样的谁给我办啊？哎呀，你说说你这。这汽水卖不成了，你还能干嘛呀？干嘛？我就不信，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。你买菜去。哎，去，嘛去啊？我看看我李大爷去。咱爸和潘大爷在那屋呢，别去俺爷了。哎呦喂，今儿怎么净选俺呢？得亏你告诉我了，我回去了。嗯，回去吧。老大，你轻点儿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舒服，你舒服。哎，你忍着点儿，血脉通了就好了。你不没错，就你这情况，再过俩月就好利落了，咱好去看看轮子呀。哎，不是，你说这轮子以后，他还能回咱们厂子吗？少华，他也把这锤子给扔了，当这小倒爷去了。我琢磨着，咱老哥仨，你应该算是正根的工人阶级吧？咱也不是上梁不正，
咱的孩子不该这样啊。可你们信我的，这几个孩子都是咱们眼看着长大的，甭管现在怎么样，只要骨子里都是咱们的种，就变不到哪儿去，早早晚晚都回到正路上来。我信，我也愿意相信。哎，你就得信，我说的就没错。那我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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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信。爸妈，你们好吗？我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了，英语听力啊也大有提高了。我同学黄健，就那个北京老乡，经常给我辅导功课，我的学习成绩呀比以前好多了。对了，这段时间黄健还帮我找了一份晚上打工的工作，挣得挺多的，你不要再给我寄钱了。总之啊，你们不要再为我担心了。我不在你们身边的这几年，你们要注意身体，尤其是我妈，更得小心了。太晚了，我要睡了，就此搁笔，想你们的女儿。这孩子每天上学这么辛苦，晚上还要出去打工，也太苦了。哎呀，苦点对他有好处，对他也是个锻炼。老辛啊，你说新平提的这个黄健可没少帮他，他也是北京去的，他俩倒是可以做个伴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新平要是在外面能找个男朋友，就能忘了那个坏小子，就是好事。好事儿。我一直觉着咱们以前对轮子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个老东西，怎么现在老说咱们对他过分了？轮子现在这种状况，我怎么觉着是咱们把他给害了呢？哥，你我说实话，这段时间你忙什么呢？哎，就在厂里边瞎忙呗。咱们厂最近活儿挺多的，把所有的活儿都给我了。没办法，谁让咱是钣金行里拔头份的呢？还编呢？你爸还有潘大爷都来过了。说你冒什么傻气啊？你为了我把工作都丢了，值吗？值。你要说你什么好啊？你什么都甭说了。记得咱们小时候，你打架三气儿。两气儿是为我打的，我小时候特能惹事儿，出殡的时候，我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给围住了，这顿打我，你冲上去就跟疯了似的，跟他们六七个干，脑袋还替我挨了一板砖。当时看你满脸是血，还跟他们拼命那样，我心里有想，你就是我哥。
这条命也搭上，也值了。兄弟，哥，我现在挺好的。我现在我发现我天生就是一做买卖的材料，哎，我在外边随便练练，就比在厂子里边强多了。反正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就给我记住了啊！我不管你在外面干什么，别给我惹事儿，别胡来。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忍住了，等我出去，哥不会不管你。新款，新款，您是多少钱啊？二十。不要，一看尼龙芯儿的。怎么能是尼龙芯儿的？还全是进口的，哥们儿。哎，大哥，十块钱，五块钱，五块钱都没有。给我来十块。生儿，你看这么快就好了。疼。走吧。嘛呢？让你跟我走就跟我走。兄弟找你有好事儿。哼，好事儿。哼，你拉倒吧。我还是卖我的眼镜吧。哎，哎呦，瞧瞧那破表坏眼镜，我全包了，行了吧？你全包了啊？这是你说的啊？啊，走吧，好事，走。哥俩，拿钱下来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开枪，把枪给我。哥俩，手底下都麻利点啊。我说啊，你们这活也忒忙了啊！我还等着营业呢，漏这得比您紧赶着呢。您放心，绝对误不了事儿。行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我查，这活要操了课不给钱，您就挺好吧。行，忙。好，犯什么章啊？好好看看，我这地儿怎么样？不是，这地儿怎么成你了这？来，兄弟，坐这儿聊。哎呀，哎，走走走。哎，哎呀，华子，你小子不知道，咱们厂现在也赶时髦，搞上多种经营了。这不，我把这破礼堂给包了，准备弄个舞厅对外营业。你把这儿包下来了？哎，嘿嘿，甭说，肯定是你叔叔给你开的后门。不是，你怎么要这话啊？你看我这位厂里我都落残疾了。我这又干不了活，厂里照顾照顾我还不应该啊？就您这腿，是为咱们厂残的吗？就瞎掰。好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跟我提这事儿，你小子可欠我的。你瞧哥们儿现在这惨样，嗯，走到这地都不平了，谁害的？当初我不是看你小子的面，这事儿我跟轮子没完。哑巴了？我说没错吧？什么都不说了，要说你这腿变成这样，的确是我轮子哥的责任。不是你后来没追究他，这兄弟心里一直念着你的好。行，华子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虽说你这脑子里头吧，老动不动就犯这二百五，但总的来说呢，你这也是仗义人和明白人。
行，有你这句话，你能练我一起儿，今儿我就算没白找你。你还没说你找我干嘛呢？哎呦，这么说吧，这地儿我不包了吗？可是呢，我又不方便做这经理跟法人。只要你同意，明儿你就来上任，你就是这舞厅的大老板。啊，去，你这不是你没事儿吧？我当大老板，我行吗？我你行啊！我不早说了吗？你这嘴好使，脑袋也活泛，你干这正合适啊！再说了，咱们当初一起跳舞、插舞，那郑丁也玩过呀，干这轻车熟路有什么不行的？兄弟，哎，你要是这么信任我，哎，不，你说这事这么悬呀、啊？这事。不是我说啊，你瞧你现在混这德行啊，您这都迈着蛤蟆镜了，有这么一机会你犹豫什么呢？好了，不过你这天底还有比这再便宜的好事吗？都说天上掉馅饼是大好事，我说天上掉下来大老板嘞，但是我心里怎么有点懵得慌呢？发懵，你给我发懵去！我告诉你，哥们儿，我这叫什么呀？我这叫有福同享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没别的，干快一句话，磨叽。不干拉倒，等别人了。别，这儿，我干了。完了吧？行，把那蛤蟆镜拿来，我弄弄。要哪个？现在那个。来。怎么样？够飒的吧？行，嘿。哎。哎。怎么样？今天够累的吧？还行。走吧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我们家就住附近。再说了，咱俩也不同路。你先回吧，我把这些事儿忙完。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
我快法提了，估计快判下来了。那这么说，你很快就要走了？也就是这个月的事儿嘛，舍不得我吧？说真的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其实我也舍不得你。你还别说，这段时间啊，跟你还真处出感情来了。不许说话。上业务科上班去，还先给我一个副科级待遇。他说我跑业务特合适，真的。哎呦，这帮孙子也真行，哎，买卖成不成不说，先搓你一顿，这么下去我把你给吃死了。就凭你小子有一手这么好的修车手艺，不会没有前途的。这门手艺啊，就是你这辈子本钱。出去以后啊，好好干，如果有什么困难呢，回来找我，我帮你想办法。嗯。